看我，我不是故意做到你衣服上的。为什么他跟江城那么喜欢欺负我呢？我搞不懂。不是，我怎么怎么样了？你说我怎么了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那你看我，说他什么？我没有看你啊！你刚才明明在盯我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是看都不能看你了。你长那么好看，不能看你。屁！看着脸那么小，头那么小，还不能看一下？没你好看。当然有我好看。没你好看。看你